Oh yeah.这个吗？没把握。放进去。哈哈，快点！你说这里扔不扔掉吗？摆在这里，摆在这里，在地上，在地上。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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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上。
这个哪个松的啊？这个吗？这个怎么松啊？哎，这个切口嘛，这一敲就好了呀。啊。我们现在不要松的太多，松太多等下掉下去都搞不上来。不会太多，那它就没这个条的呀。对，我觉得螺母不要松太多啊。我们现在掉下去搞不上来。啊，你怕掉下去了，那不行，你这掉下去了搞不上来了，把头全给开了。 这个应该矮嘛，对吧？你往上升嘛。它应该这皮是绣花的吧？ 刚刚没有画个位置。停着呢，就是刀口了我，刀口跟这个下面那个吧，玻璃口啊。不是，停到最高点的是，这个玻璃口。这哪看得见呢？不是，不停到这个转一点点的，这倒没关系，先把钩子挑好。 基本上是，哎呦，没压到了，也还要往下降吧。看看。哎，老公，等一下，转。 这个里面那个水倒不用了吧？啊，应该不用，不用倒，一会儿就一样了，倒不了。
看嘛，不行就到时候身体往外。人家到有点松。它这道可以调吗？高低？单独的不要调啊。上面的也要并紧，下面的这个坎箍也要并紧。哎呀，这条子转过来看看，等一下，这个松了不能压着，一点点没事的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再慢一点。可以吧？老吴调了一个地方。